零六，是不是对不对？请客吧。我知道你今天肯定是误会我了，今天的事都是姐姐要加害于我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。哎，你谁啊？脸上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。什么哥哥什么哥哥，根本不认识你，快给我滚。秦哥哥，你怎么了呀？不是婉婉呀？什么婉不婉的，我就知道你现在还不滚，你看我的保镖来了你就走不了了，还不快滚，快点。那我就先不打扰你。哎，你去干嘛？上厕所。苏婉婉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就这么算了吗？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。就凭你，我告诉你，景婷她现在只是失忆了，只要她恢复记忆，早晚会找你算账的。是吗？你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是他受益的吗？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。你爱信不信？哎，和这个绿茶婊有什么好说的？医院太无聊了，带我回家好不好？你不要大惊小怪。苏小姐啊，冯先生目前的状况不太好，不能再受刺激了。您还是顺他比较好。带我回家。一起睡。你今年才多大？你毛长齐了吗你？14怎么了？小爷早熟。你再不睡，我就跟你妈告状。告去呗，天高皇帝远，管到我。来来来，不一起睡。